一生长哨，双方上半场的争夺开始。各位球迷朋友，您现在收看的是 PPTV 聚力体育为您带来的中超联赛第八轮，上海绿地申花客场挑战广州恒大淘宝的比赛。在场上穿着蓝色比赛服的，这是绿地申花，他们上半场率先开球。哎，孙世林，这个孙世林的传球漫不经心呢，好球啊！哎呀，窦林两次是滑门而过呀，是。这个球呢，从底线前捞出来，打，有点慌啊！这一段时间好像申花门前有点乱，他没着急。瓜林，再交莫雷诺，两个哥伦比亚人确实来电。曹云定，这样的反击怎么能缺少曹云定？完成了一次射门啊！虽然球速不够快，但毕竟还是在反击中完成了射门。那在前场交叉换位啊，做得要更好一些。又是完成了射门，格拉特在右路边线处拿球之后，摆脱到禁区角，左脚完成了射门。他是个前锋，在打这个全国青少年联赛。哎呦，好球啊！左脚打门，哇，立柱，差点立柱打折。这球好像就是刘若凡传的。这个转移太清楚了，博耶特。高林今天频繁使用胸部。阿兰一入球，王上元前插以后，哇，这球好啊！哇，有了，有了！保利尼奥，哎，24分钟，这球啊，高林太清楚，这个后点打得太清楚了。保利尼奥说，听说有一个后腰这赛季进3个球，不太高兴。这个后点包抄打进，完成了个人的3个联赛进球。这球好有一比呀、像这个排球比赛当中要直接打门。可以啊，投进了，我天哪，漂亮漂亮漂亮，哇哈哈，难以置信的重炮。哎呦，这球没想到。再来看啊，3人人墙，你看下身有点慢，按说没难度，他下身有点慢、对，而且这球有点外脚背，有点、也是有点外脚背，对，贴地飞行，而且还在地上啊嘣嘣嘣蹦，打水漂弹了4下到3下之间，没错。这曾诚有责任。孙世林这球分得不错，曹云定直接敲，好的，好球啊！马丁斯两左脚打门，后卫飞铲啊！这一下是减缓了球速，曾诚拿到手抛球打出来，有没有快速反击？阿兰，整治前面有3个点，高拉特先交给了门将的位置可不好啊！这李帅为什么最后怎么停了呢？对，这球也就是没挑起来。是，又是距离很远啊，在中圈附近，又是瓜林，镜头牢牢地对准了曾诚，比上一个还要远。还要远，他只能传了。哎呦，哇，再打，球进了，球进了，有效。马丁斯，哇，太神奇了，这上半场。这个曾诚今天已经是没办法了。对，传，是谁呀？冯潇霆，冯潇霆的大腿。对，这个没办法。这个曾诚啊，这球能第一时间能扑出来啊，已经不容易了，已经不容易了。是这样，这个倒不怨曾诚。是的，是的，瓜林这个毫无疑问，半场下场非常亮，是的，对吧？很亮。高林很冷静，看高拉特的位置在后点，直接打门了，好的，要补射，哎呦，哇，王林呢？你看没有，马丁斯一上场以后，冯潇霆几次争顶以后，他的第一时间的反应，马丁斯都不知道球在哪，过，打在广告牌上了吧？此前左路他们有过战术角球，这次直接发，又是。今天李帅真的很棒，高拉特这脚射门威胁很大。高林左脚敲给邹正，左脚再传，后点有，乌龙的乌龙，张路吧。20分钟，于汉超的射门，途中经申花球员碰撞之后边线入网。对。而邹正并不停留，直接左脚起球。再看一下后点的于汉超，奋力起跳，
按理说他争头球难度大点，但钱恰恰是百家具。所有李建斌呢，在做的事情其实都是为了这一刻的爆发，就是他太安静。你说他踢了一场非李建斌的比赛，太随意。这不是琴声还未果吗？高拉特，哇，又是立柱，还了一个立柱。哦，百家具门前，这回有了。这回有了，球进了，86分钟，这回有了，这个孙世林，一切从孙世林那个中场随意的传球开始，这球啊，这个百家俊补门啊，不要动作，是吧？他把自己当门将，你看，他要不要动，他就稳点，这球就行了，他也奔着李帅那方向扑。哇！要掏牌了啊啊！两黄变一红，霍耶特看着自己的助手，这个变故怎么说呢？反正2-3肯定忍不下这口气啊！再看一下，哦，莫雷诺。左臂挥出，直接打在这个张琳芃的这个脸上。到了禁区里，有没有队友跟进？给了阿兰头球。哎呀，郜林今天踢的是一尺。主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。